阴宅方面来讲，阴宅是讲求龙泄杀水象，龙就是注意来龙去脉，泄就是来龙之走向，阴阳交合点，风妖鹤气之所在就是机械手要点，杀就是龙虎两边是否平衡对称，水就是注意先天水后天水以正窍之气水，相就是阴宅之坐相是否搭机搭力。阳宅之坐相也是讲究暗堂明堂是否宽阔，龙边虎边是否对称，若龙边过高有术语也，白虎山头起高峰，老婆必然打老公，就是白虎过高，青龙过过青龙主奴妻主阴盛阳处逆子的大凶大日。